首先他要把这个模具跟他调出来，当然我们要首先拉皮带，拉皮带轮好了抓，抓一下，我们拉这个拉皮带轮，它这个就会夹住，好，拉到它夹住的时候，拉我们这两个靠紧了，这两个靠紧的时候，就把这两边的螺丝一松，然后整个敲出来，整个方位，整个这样把它调出来，敲出来一点，然后就把这个也跟它敲出来，靠着往外面的方向出来，把它调出来，然后调绳，对吧？调绳。这个成型器锁上去了，它锁上去了，靠得太紧了呗。锁上去靠得太紧了，靠得太紧的话，需要把这两个螺丝松后往这边这个方向移动。